我有20多个女朋友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男朋友。我在聊天软件上跟她们表白，要么她们就拒绝我，要么她们就装作没有看到。以前的时候我会因为这种事非常的受伤，不过现在我都习惯了，因为经历的太多了。当然我也有很多男性朋友，就是很多好哥们儿，但是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，他们也背着我偷偷的结了婚啊，慢慢的我们也就不联系了。年纪越大越没有朋友，这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。郭老师是我的好朋友，因为今年我不管在哪个城市我都见到他了。他的话就属于是年近40还到处乱跑，到处搞演出的朋友，只知道搞钱，就如同是一个金钱豹。他说他最近刚刚跟那个广东的40岁的女朋友分手了。30如狼40如虎，就是不管多么厉害的金钱豹还是都会被老虎拿捏。分手之后呢，他说他的身体状况明显的有好转，觉得这个生活比之前轻松多了。这个双十一呢，他花了300给自己买了一件外套，复古风的，我觉得穿在他的身上特别的有气质。这是你那个双十一送给自己的礼物吗？是那件衣服，我来深圳这里的时候落在车上了，所以买这件新的，太冷了。你这个衣服多少钱买的？299，还可以，有大品牌的。说实话，我们也不要老是想着给别人花钱，我们挣了钱之后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说到对自己好一点，我就不得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穿的这款鞋子，就是马登的大黄鞋，这是他们店最具备性价比的产品之一，不到200块的价格。粗犷合成橡胶，轻质大底，比一般的工装鞋轻，可以给双脚减轻负担。都说颜值是可以决定气质的上限，然后穿搭可以决定下限。你们看我穿上这个大黄鞋之后，气质是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？这双鞋说实话，搭配什么衣服都很拉风，而且它的做工很精细，质量也是特别好，每个男人都应该入手一双。你觉得单身好还是结婚好？结什么婚？都离婚了还结婚好？离婚了，离婚了，就是离婚好。离婚了，离婚就不会催婚了。现在感觉谁都看不上我，就是以前还稍微有点希望是吧？现在是绝望，就跟买房一样，你要是手里有个几十万，你要想着买房。现在他妈一分钱都没有，根本就不会考虑房的事。现在结的婚了，都不用催婚了，因为就谁都配不上我，我谁都配不上。这次郭老师是来苏州找我玩，他说他比较挣钱，一定要请我吃个饭，然后他就领我去吃了披萨。说实话我很少吃这玩意儿，以前的时候我只在忍者神龟的动画片里看过那些神龟吃披萨，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尝试一下，因为我属于是价格敏感人群，每次吃饭都会考虑一下性价比，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是从来不会尝试的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上路吧。剩下一个面条我要打包，我把这个也要打包带走，又是一个晚饭，都不能浪费啊。你们看，我就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，非常顾家的好男人，就找不到女朋友简直有点天理难容。说实话，到中年到底有什么感受？跟你年轻的时候比，现在觉得活着有时候是责任嘛，就像把老妈送走嘛，跟老妈走就是很有责任一样的，是吧？现在以前可能说自己无所谓嘛，万一说自己挂了也没事是吧，现在就觉得你挂了，你说老妈他妈60、70岁怎么办？那身体呢？身体有没有觉得变差了？现在熬夜熬到几点？就熬到2点多钟吧。有没有想对年轻人说的什么？年轻人一定要正能量，一定要就是工作嘛，生活还是美好的是吧？嗯，要努力赚钱。你们都不赚钱嘛，以后我要是老了还谁养我？你们都躺平，我现在马上社保就15年了，以后就靠你们养了。今年双十一这个男性的消费首次超过狗，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？也不是说男性消费变多了，是狗消费变少了。创作有什么瓶颈吗？创作没瓶颈，我都是天赋型选手，我没有瓶颈。就是每天写稿子都很快乐。我都不写稿，我一个写一次就够别人天天写了。你这么说，那个你不怕别的脱口秀演员那么嫉妒你吗？这个什么，我的可能实话实说，干脱口秀我都开心多了，我以前很不开心的，我现在每次看到脱口秀演员丑我就很开心。他们一说就是昨天写的晚上又不好笑，我就很开心。虽然我也不好笑，但是我没去写啊。录不下去了。第二天郭老师又来到中华园找我，我们一起又吃了一个饭。他劝我最好离开这个地方，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多跟积极向上的人在一块还是好的，我觉得也挺有道理。说完他就走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，毕竟他就已经40多岁了，他没有固定的上班的地点，我也没有固定的上班的地点。终于明白有些路就只能一个人走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同行的人也就越来越少。我们生来就是孤独，我们生来就是孤单，就其实一个人过日子还是挺好的。就到这儿吧，加油兄弟们。往前一步是黄昏，
退后一步是人生，风不平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